主料，杏鲍菇一个，培根1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葱、姜、蒜、青椒、木耳、蚝油、生抽、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木耳泡发洗净摘成小朵，杏鲍菇切大约3毫米厚的片，培根切片，切好葱、姜、蒜、青椒。锅中放入少许植物油烧热，放入杏鲍菇，边炒的边软，水分变少，煸好后盛出备用。锅中重新放油，放入培根边炒，放入葱姜蒜和青椒边炒，放入煸好的杏鲍菇和木耳翻炒，放入生抽一汤匙蚝油和一丁点的醋翻炒，再加少许盐调味，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，培根本身有点咸味，再加蚝油、生抽这些调料，所以盐的量一定要少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